啊，在这一边呢，这一题呢，它是有5个 ingredient for cake。那五个 ingredient 呢是 JKLMM，然后整体呢是它的那个 cake。然后在这一边呢，这一个是 index of 18年 based on 16年，这一个是 index of 20年 based on 18年，这一个是 index of 20年 based on 16年。然后这个是它的 weight，OK，好，在这一边呢，它的那个 composite index，OK，题目告诉我 composite index i bar for 20 base 16，base 等于136，OK，20 base 16的话是这个，是136，OK，然后它现在叫你找出 x 跟 y 的 value 先。首先，我们在这一边呢，no change 的情况之下，它是一百，increase 40% 呢，就是100加40，然后140，然后 no change 就一百，然后 10% decrease 的话呢，就100减10，等于90，no change 还是一百。OK，我们这一个它有顺着的年份的时候呢，我有那个什么16、18、20的时候。它16、18，这一个124乘100，然后再除100等于124，然后这样，它其实是 x y z 等于那一个x 乘 y 除100，OK，然后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x 呢会是等于那个115乘140除100，OK。然后我的 y 的部分也是一样，140乘90除以100，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就直接乘了除以100，然后还有乘了除以100，OK。当然在这一边呢，它可以有另一种做法，是怎样的一种做法呢？就是说它的16、18、20我们用 box method，所以我的16、18，然后还有18、20，OK，然后18、18重叠的这边放100，然后我们找 x 的啊，这个是16、18、115，这边115，然后这一个是18、20，18、20是140，这边是140，那我要找的是这个交叉乘，所以这两个乘起来，所以它是115乘140除100，跟现在的115乘140除100都可以。OK，两种方式都是比较快的方式。OK，那个 theory 的方式我就不跟你们讲解了。然后接着呢，他说，M，他注明要 M 呢。OK，price of ingredient for M，M 它是这个的 M。OK，if the price of 20是6.3，所以他在20的时候是6.3，然后他的那个16会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是要 P16，OK，given that 这个是 P20，然后我们用这个刚刚找到的这个部分，刚刚我这边找到126嘛，所以就是说6.3 per P16，P20 per P16，OK，会是等于乘100等于126这样，OK，然后我就可以找到 P16 是5块钱。然后接着他叫你 calculate the value of p，然后我们知道 i bar 是136嘛，所以就是说我的那个 sum of i w over sum of w 会是等于136，这一个 i bar 其实是 sum of i w over sum of w，so 2016的这一个，OK，so 现在就只剩下 p 1了嘛，所以你这一个124乘5。然后620，然后161乘6966，130乘 P 130 P，126乘450是120乘2等于240，这些这样乘一下就可以拿到这个是 IW，所有的 IW 呢会变成 130P，然后再加2330，然后我的 sum of W 会是 P 加17，这个是我的 sum of W，这个是我的 sum of IW，所以我就有这一个除这一个。等于它的 i 八，所以我的 i 八呢，它给我是136嘛，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这个除这个等于136，
然后再把这一个东西乘上去，然后再给它 expand 出来，然后这一个比较小，搬过来，然后2321搬过去，然后最后我拿到的是 p 等于3，所以我就可以拿到 p 等于3之后呢，题目他说 the cost of baking a cake in 2016是25块，OK，就是说它的整体来的，这个是整体来的，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p16 是25。Find the selling price of cake if the baker intend to make a profit of 80%. OK, so 现在这个是 cost 嘛，所以16的，然后我找出我的 price 20。OK, 这个是1620的嘛，所以我就有 price 20 over 25乘以100等于136。OK, 所以我这边就有 price of 20除以25除以100。再乘以，再等于36，然后我再把这个搬过去，这个除过来，所以我拿到我的这个是34，这个是我的 cost。然后他说他要利润多少巴仙，他要利润是80巴仙，利润80巴仙的时候呢，这样就是原价的180巴仙，所以我要180巴仙，OK，就是说我的180加80巴仙等于180巴仙，所以我的34块乘以180%，所以我的卖价要61.2块，我才能够赚那一个88仙。他本钱34，卖31.2块，OK，就是这样。